我过来上新贴纸了。第一款这个它是水冰月，这套贴纸里边有这种异形一些的，然后还有一些方方正正的，有深有浅。做的时候我们可以用这种方块的满铺，或者是就是异形和方块它们搭配一下都可以的。第二套这个它是跟旅行有关，里边有好多车，然后还有望远镜之类的。第三款我又找到了一个狗狗，你看这个很神奇的样子，这个发，然后发、花菜，然后还有这个新瓶器盒，它就是有很多姐妹会喜欢。这又是一套小的东西，它里面就是零食，像这个饼干呀，然后还有这个雪糕，一看起来就很好吃，但它小，就是挺多的。我觉得我上的这款贴纸它是可以做情侣的，因为里边有很多两个人一起互动的那种小情节，有一起打伞的，或者是看电视的啊，还有骑小马的，这种单人的也做得很可爱。它的名字叫发福丫丫，里边你看吃披萨的这个也很可爱，然后还有这个酒瓶子头的，哎，我们排过一版，这个是15 Pro Max 大小的，能放这么多个鸭子。姐妹们一起来做新贴纸吧。